蛇丸。不得不说，金牌讲师掏出了大蛇丸，将会是一场屠杀。这把不是对方爆炸，就是我爆炸。剑圣可以，一大师上把，上把的一大师砍得很舒服，这把就不会了。这把是大蛇，我们对阵的是崔斯特。OK， 他的打野是剑圣，前期抓不到我。上把我们是这个叫什么布兰德啊，所以他的这个队友啊抓我，我没办法还手。这把就不一样了，这把他只要一抓我们这个英雄啊，就是他只要打野一来抓我，对吧，他的中单稍微跟他没配合好就能被我反杀。哎，我们是这样的英雄，所以这把不会那么轻易的让他抓完就跑的，不会的。而上把我们没办法，哎好，可以了，不搞了，够了。其实你杀是肯定杀不掉的，你知道吧？你就把他打到一半血，你看他到底怎么说，是回还是不回？他回很伤，他不回也很伤，哎，你看他怎么说嘛？哎，就现在很舒服，哎，就很难受的，哎，他这个就很伤，好，行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不能太过分，太过分他打野马上就来。哎，好，反正一级我们牙就放一点，他两个饼干没了。他带的是什么？他带的是疾跑啊。OK， 无所谓的。嗯，没事，你 A 好了，反正这东西不痛的。我马上二级了。他这个就完蛋了，我跟你说，他没药他完蛋了，他必须得回家一波。他必须得回家一波，而他一回家你就知道他得丢一波兵的，他一丢波兵你跟蛇女那真的没得打了，差很大的，差很大的，你知道吧？不可能让他就是舒服的回家的。哎，把线还会控制，很恶心的。哎，没毒中，毒中他这个走位他得叫双招，否则就死。没蓝了，不能搞他了，有毛病啊兄弟啊！真的，二级一大师抓中，哇！确定没有问题吗？你，哇！说实话，这把是大蛇啊！你这样子搞肯定要崩的，我不骗你的。你的卡牌已经死了一次了，卡牌本来就弱，很烦啊！不要搞金牌奖赐了，真的，这把劝你，不是说我们怕搞，哎，而是这把真的不要搞。说实话，哎呦，这个，说实话，这个叫什么？我得必须得先推一波回家，推，哎，好舒服。他卡牌完蛋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卡牌跟神女打，一旦就出问题就完蛋，他会非常非常伤的。他会非常非常伤。好，可以了，我们回家，这一波回家出来啊就无解了，因为回家我们带一个这个，对吧，哎，女神之泪，毒到就死，不要怕蓝不够，蓝是肯定够的，买个戒指，只要有蓝我们就无敌。哎，蛇女这个英雄就是这样。可以，这波他必须得回家，他现在必须得回家，他其实也蛮聪明的，他在猛推线回家一波。我这波丢好一个近战兵，可以的，一个远程兵，主要经验值你知道吧。哎呦伤，好，无解，这波得深推啊，这波得推进去。现在说实话一打二都不怕了，因为马上我们六级了，这个眼把它插这里啊，插前面那个容易被排。哎，无解，说实话你怎么，哇，这个走位走得这么糊，打搞得我毒液都没毒中，哇，他这个胆子也太大了吧兄弟啊，你这走位就死的。哦，有点糊，让一下，
什么？你有没有打野啊？你没有打野的，你这么糊啊？吓到我了，我以为他有。OK， 我知道了，这个人虚晃。他吓到我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这样早晚要死的。我操！他没有打野战，他那么火，我以为他剑圣一直在那个草丛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敢上来给我牌。跑了半天不在。这个蓝量的话，其实我想回一波。也可以不回，300多滴蓝，我稍微打一打可以回场，不回了，稍微的虚一点，只有武器没事。这个血量我不好杀，我先回复一下啊，回复一下。他如果上来跟我打的话，我先让他一下。虽然一个六级的蛇女让卡牌，说实话有点说不过去，但是该稳的时候还是要稳啊，该怂的时候还要怂。我稍微回点蓝，等我回到500滴蓝就对不起了，400点不够。以为他会甩一个蓝牌上来吸手蓝呢，我操！守株待兔没成功，我也无所谓啊，无所谓，只是我现在得防一下打野。哎，这个红牌减速减了我，来人了，我得溜了。别急，别太明显，别太明显。很舒服这样子，我要杀他一波，杀他一波。哇，他又这么火！我的天哪，他直接就朝我这个身上走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他直接就朝我身上走过来，正好一颗牙够的。哇，好几波都是的。说实话，真的，像蛇女真的没有人敢上来给他排的，你知道吧？卡牌是不可能敢上来给我们黄牌的，或者给什么牌他都不敢的，黄牌也得死，你知道吧？他连续给了我三次我都中招了，我以为他会退，所以我这个 Q 呢往他身后放，因为我们的 Q 的范围有点小，所以必须得往他身后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人胆子太大了，胆子太大了，不会飞我吧？我也飞不到。这出兵了。哇，夸张，太夸张，他出了个饭盒。好，现在说实话我就可以毫无忌惮的去在塔前压制他了，就疯狂的压他，因为现在他们打野来没有用了，你知道吧？没有用了，我这个等级跟这个伤害是完全一打二不虚的，因为卡牌太弱了，卡牌伤害太低了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怕，再加上我们有大招无解，说实话眼都不太乐意放了，免费的不放了。蓝 buff 再去吃一个，他们偷了一个龙，好，现在就疯狂的压他，他已经没有办法了，他现在只有七级，他只能去帮助他的队友。哎，只要你说实话，这把我还真的要悠着一点。哟，我靠，他走一走，好的很，我好的很，好的很，又怎么样？又怎么样？你告诉我，又怎么？不死啊，兄弟，你想好了吗？你想好了吗？哎，不跟你开玩笑的，蛇女不跟你开玩笑的，你最好想清楚了，蛇女的伤害是很夸张的。我们直接就一打二，你看没有？不过他刚才崔斯特运气有点好，说实话，那个血量最后还勾引他一波，把他勾引死了。他的平 A 距离不够，你知道吧？我刻意的往前上，我给他一个平 A 我的这个
距离，但那个距离明显不够，稍微差一点点，他就慌了，他想上。给我们的，大蛇，你抓，你只要抓不死，那肯定你跑不掉，对吧？你跑是肯定跑不掉的。大蛇这个东西不讲道理，只要占得优势就不讲道理。用完了，冰杖够了，啊，冰杖一做出来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打他就很简单了，直接用异技能起手，直接异技能起手，减速的。他买了一个 CD 鞋，直接一打中缓速再给 Q， 所以他搞那些花里胡哨的走位没有什么用了。我现在伤害值比炮塔还要高，你信不信？比炮塔还要高，是炮塔的 1.5 倍。哎，减速，减速，各种减速，你能跑得掉？这就是蛇女，你想好了，蛇女，蛇女想好了，啊，蛇女，大蛇是优势是不讲道理的。算了，不去了，给他们追了。像这种不要去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第一时间这个转头了，第一时间转头。再跳弹过去，说实话，大蛇很疯狂。特别是打这种卡牌，哎，这种偏软的英雄，很舒服的，无情压制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现在只要一个技能打中就是，跑不掉，知道吧？他们艾克有可能来了，但没事，我们一打三都不去，你知道吧？一打三都不去，他只要来就要被打跑，甚至打死，然后挂机。我给他剧本都写好了，他来就挂机，他三个人来被我打挂机，你看的，这就是大蛇不讲道理的，怎么说嘛？不讲道理的嘛，是，对，有闪现也杀，你那个位置是那个我们 W 是不可以交闪现的，你闪不了。疯狂，不用管啊，不用管，像这种你不用管，他来抓一次他就崩一次，对不对？不用管他，推推大蛇很爽，大蛇玩起来很舒服。下把继续大蛇，下把继续大蛇，这把今天从头到尾大蛇，搞事，你们搞事。从头到尾大蛇，反正场子镇不住，很烦，场子要炸了。今天场子差点炸了，不给交闪现啊！不给交闪现，他应该放弃了，他已经放弃了，他彻底放弃了。把这个卖了，算了，这个不卖。买个针眼，没事，你杀吧，你杀吧，你杀我队友吧，杀吧，疯狂的杀，我刚一没事，杀吧，杀，没事，我是大蛇，下把大蛇，下把大蛇，下把大蛇，今天 一天大蛇专场，咬死你们，哇，场子差点炸掉，很舒服，现在就很舒服，大鸟也不吃了。大鸟也不吃了，不行，我还得，哇，真的，他们还是有点厉害的啊，有点厉害的。全力需要精神。可以，跑是肯定跑不了，跑是不用想，跑是不用想的。有冰杖，你是跑是不要想的。还有大招，他们不管多少人，我都不怕这波。我这波装备太好，不怕的。他有大招，没事的。他卡牌来了，我知道的。大蛇，
大师，哎，你想好了，不管你几个人，不管你几个人头，哎，你想好了，你想好了。不管你几个人，哎，你想好了，大蛇，蛇怪，哎，蛇皮怪，哎，人挡杀人，佛挡佛挡斩佛，很舒服，很凶，响尾蛇，我们伤害持续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又带减速，又不怕别人扑你，一扑你一手大招，石化死亡凝聚都得死，很硬，这个东西很刚，哎，就铁头。就喜欢铁头，头昏铁，没蓝就很重，哎，没蓝很重，把灯卖了，再来一首这个杀人书，哎，还有这个，没蓝就很重，我们这把下路挺厉害，下路挺厉害，不过没事了，他们的中路已经崩得不成样子了。说实话，这波他，这波像这种不要去了，因为他看到你了，知道吧？哎，你去你浪费时间，他肯定就耍你。他看你上了，快到了，哎，他走了，很骚，我经常这样。老是打不过啊，没事，还好我们是大蛇啊，这把不是大蛇过去炸了，大蛇的话应该能镇得住。没事，等我的队友，我们什么时候不打架了，抱团，哎，下台也推了。你打钱你不能跟着他，你跟着他没什么用，现在只能让他来中推塔，来推，哎，着急一下，大蛇很夸张，不怕，大蛇不怕，只要不太过分啊，不太过分就可以，毕竟他们有控制比较多，不敢打钱的，他卡牌不敢飞，我说那也不敢炸。哇，你敢教这个东西，独照的话就完蛋了，他这一个 Q 伤害值很夸张的，加上我们一颗牙缓速，哎，冲上去很夸张的，那这波先溜啊，先拉开，先拉开，不能被包，被包很危险，这波有可能被包，哎，这波有可能被包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不要急不要急，这时候不要急，知道吧，哎，先反手，你追我，哎，你追我，如果你追到我，哎，我就毒牙咬死你。你追我，哎，你追我，我还有这个东西，不怕的，哎，不怕的，我还有那个，不太怕啊，不太怕。哎，炸了吧？你追，哎，愣头青，这个东西不怕，不怕铁头，头越铁的，我们越开心，对吧？哎，上把我们的火男被人家打得一头包，锤得一头包。嘿嘿，这个东西不怕铁的，你头越铁，我们越 nice 越舒服。你跟我搞柔的，我们还不行啊，搞柔的不行，就来刚的。他反手厉害，所以就喜欢别人扑他。怎么说？别毒中我操！啊，这个走位谁雷呀？谋谁雷？怎么说？哎，没有 Q 不着急啊，没有 Q 不着急。哦，有 Q 了，有 Q 就爸爸，有 Q 就爸爸。哎，有 Q 就爸爸，有 Q 就爸爸。哎呀，这波说实话，艾克来了。艾克不来，我们能吸上来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们这东西是可以吸上来的。你别看我那个没血，但是我能吸血的。艾克从那边过来了，好吧。可以，来来来，大龙，大龙收掉，大龙。
龙收掉，打龙收掉，抱团推。这波有闪了啊，有闪了，来大龙打掉，我打大龙超级快，兄弟，真的大龙打掉再推啊，不然我们这样的不停的杀队友不停的死也不是一个办法，对吧？哎，必须要把队友召集在一起，这样的话即使他们死了我还能有所作为啊，会拖到后期的，没事直接打，不要跟他搞花里胡哨的。哎，不搞花里胡哨的，这个伤害值现在不怕的，除了蓝不够是吧，哎，其他的没问题，不管是这个手也好攻也好啊，我们打大龙超快超快，不用怕不用怕，有我在，不用怕，哇你们不怕不怕，你也不怕，你也不怕，兄弟，哇铁头娃，我以为他们会虚一下，我以为他会虚一下，你知道吧，他直接全部都不虚，往前勒，勒死我了，还好还好我有闪，不然这波说实话我又被晃点了，被虚晃了，我以为他会回头，所以我直接没走了，我想的就是我最起码要走死亡灵智，你给点面子对吧，哎，稍微的摆头一下给一些面子，哎哎，不搞花里胡哨的，不搞花里胡哨，不搞花里胡哨，哎，不搞花里胡哨，不搞花里胡哨，哎，不搞花里胡哨，死了死死了死，哇！啊，这波我错了，这波用了都没有，没有。还得再来一波，一波是不行的，哎，一波不行。我们这个装备把它卖了，卖了，换一个炉灯，炉灯啊，直接来炉灯，把它卖了，然后买个针眼，买针眼，再去收个蓝，15层书这个装备有点疯狂。基本上现在脆皮啊，他们现在出魔抗已经没用了，知道吧？哎，现在魔抗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效果了，因为我们法强已经溢出了，这把游戏已经完全就不平衡了，哎，被我们打破了。这时候魔抗已经基本上没什么用，但是他们还是要出，对吧？哎，万一能拖得住，还能转女妖，还能对我一手压制。现在 C 位的话 ，Q 接 E 基本上没血了。哎，没血了，这波海底捞，海底捞，但是我可能被发现了，小心他们的大招啊！很皮，很皮，等等他，愣头青的冲，怎么冲？冲还是不冲？冲还是不冲？冲！没，兄弟，你被卖了。这个剑圣说：“我一夫当关，你们跟上，大不了老子死。”哎，他队友全部溜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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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肯定是这么说的。剑圣说：“我来，兄弟，我来顶。哎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减速，减速，减速啊！减速，最起码减速，不解释。哟，跑掉了。哎，没事，没杀掉也没关系。刚才一个牙把他毒没血了，对吧？哎，一个牙 ，Q 接牙牙就 GG。这波你看啊，刚才那个叫什么？”啊，还是把他冲掉。哎，可以，小伙子，头很铁，这头很铁，头很铁，这个。铁头娃。好在我们这把这个英雄不怕头铁的。
饭了，没扰完。先吃两块。哎，你包了吧？这把应该搞定了吧？这把基本上没有打团，哎，我们的伤害值有点太变态了，他们打不了团了，很舒服。真帅啊！好啊，真的，义无反顾。